Hello， 大家好。那今天的话，我们来讲一下一个大跳的技巧。那我们现在的位置啊，就在这个陈岩巨渊七天神像这里。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的跳跃啊是正常的。然后我身上带了一个流影机，那我们先跳两下。好，跳两下之后啊，那我们第三下跳的时候，马上按下这个流影机。那可以看到啊，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然后的话，我们将这个本地连接啊关闭一下。那你手机的话，可以将这个网络关闭一下。关闭之后，我们马上往下面跳。好，这样的话就会出现这个转圈。那转圈的话，大概等个五秒左右的话，我们再将这个网络啊恢复。好，我们稍等一下。好，我们进入游戏的话，我们测试一下啊，直接跳一下。如果能跳这么高的话，那说明啊已经卡成功了。那如果没有卡成功的话，多试几次。好的，我们现在的话传送到别的地方啊，再测试一下。那这个技巧的话是不可以切换人物的啊，切换人物的话这个就消失了。好的，那本期视频啊就到这里，学会的话记得点个赞哦。